就是他，准修身，新晋学霸校草。这腿真长，真直。哎，一点悬念也没有，又是第一，果然优秀之中，喜欢。嗯，他也来了，他是我的新同桌。我上辈子怕是炸了银河系吧，遇上这么个倒霉玩意儿。那武力值，哎，这成绩，倒数第一。好吧，银河霸是学渣也正常，可总觉得哪儿不太对。佑哲来了，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，以后你就和左儿结对子。什么鬼？倒数第一的学霸跟倒数第一的学渣结对子，合情合理，我就无力反驳。左儿就拜托给你了，我看好你哦。老张难道被他人畜无害的少女脸欺骗了？好吧，他确实是很好看了。以后你就和左儿结对子。什么鬼？倒数第一的学霸跟倒数第一的学渣结对子，合情合理，我就无力反驳。左儿就拜托给你了，我看好你哦。哎，果然是标准的学渣的卷子，选择题都蒙错了。等等，选择题就只对了一道。考试那天他那种淡定的神情，还有一直以来他身上那种说不上来的不对劲，一个学渣根本做不到在选择题太难的情况下错到只对一道题，除非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学渣，有点意思。好了，姐姐回来了，可以睁开眼睛了。你看，给你糖。我回来了，我今天……算了，你早就想好了要扔下我了吧。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哦。爸爸走了，存折留给你。对不起，爸，对不起你。爸爸，算了，一个人就一个人，反正我已经习惯了。好疼。好了，又亮了。我喜欢这种黄色的暖光，越亮越好。果然，昨天受伤的那条腿装着正常走路还是有点费劲。他昨天的伤……昨天处理完伤口后就没什么胃口吃饭了，大家都吃早饭去了，好饿。瞧你这点出息，饿两顿死不了。给你带的。你这几天都我给你带吧。他看出来了。啊，嗨，我是新来的嘛，拜拜山头，孝敬下你老人家，以后好照着我嘛。我不。您慢用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幼稚。这种感觉，好暖。哪来的这么讨厌的人？